据我了解呢，你提到的这艘货轮装载的是中方向古巴出口的一般军品，没有任何的敏感事项。有关的合作呢，不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，也不违反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，完全呢是一种正常的军贸合作。目前呢，中方正在就此事与各方进行沟通，我们也将依法相涉事。 向涉事的中国公民来提供必要的协助，维护他的合法的权益。该报应该为发表如此荒谬无知的文章感到羞愧，并且呢，应该立即对此事做出严肃的处理。《新民先驱晨报》3月3日一篇文章宣称，伊斯兰国。